大家好，我是 Joy，欢迎回到 Joy 课堂。今天啊，我们要来学习的是盲五加二。在前面的视频当中，我们已经学过了五的组合，有一和四、二和三。那今天我们啊，再来学习的，看到。它呀，可以分成三个加上两个，三加上二等于五。那我们如何在算盘上表示呢？当算盘上拨入。它下面只剩下了一颗小猪，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加。那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我们啊就需要借助今天我们要学的盲五加二，因为它不够，所以啊我们要借助上猪这个五，它要一下子加了五个，就像我们给你 Lego 一样。我本来只需要给你两个，可是呢，我没有零钱，我把这一整包都给了你，这一个 package 都给了你。那这个时候，你是不是多拿到了，多得到了三个呀？这三就是这个二的小朋友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你就需要，你拿到了我这一个。一整包之后呢，你还需要再给还我三个零散的 LEGO。好，这就是好加二，我给了你两个，然后呢，它是变成了加五，我没有零的，我给了你一个整包，然后呢，好，因为我多给了三个，所以呀。你还得要退回我三个，好，这就是相当于我们拿5块钱去买东西，到超市里面去，我只需要付2块钱买汽水，可是呢，我身上只有一张5块钱，我没有零钱，没有2张1块的，这个时候啊，收银员收到我们5块钱之后呢。他去需要找我们3块钱的零钱。好，这就是加二是加五减三。好，我需要给你2块钱呢，这时候我给了你5块钱。好，收银员找了3块钱零钱给我们。好，那在算盘上是怎么样进行的呢？它是三，对吧？我们再加上二，不够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借一个五，因为多借了，所以我们要把三给往下拨。所以呀，是加二是加五减三。好，在我们学习完口诀之后啊，先来看两道例题。这两套跟以前一样。都是啊，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二到底是加在哪一个位置上面。好，看这一题，34加上二。好，我们啊先拨入一个34。好，这个时候加个二。是要加在我们十位上还是个位上呢？对，二呀，它这个的二是啊两个一，所以呀，我们只需要加在个位上。这个时候，跟我们有多余的下注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借助于五加五减三，所以啊，答案就是。36。
接下来呀，我们继续拨回我们的三十四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加的是啊，二十。这个二十表示的是两个十，也就是说我有两个十组一捆的，好，那个在那里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算盘上面是要加在了十位上，所以十位它是加两个十不够，我就变成了加五个十，然后拿掉三个十。好，所以答案是五十四。好，在学习完这两个，我们弄清楚了二应该加在哪个位置上，分清楚是两个一还是两个十。好，接下来呀，我们就来做几道练习题目。好，第一题，好，小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算盘，伸出你们的双手，跟 Joy 啊一起做。好，我们来一起做，三十三加上二十二，这个时候呢，个位和十位啊，它都不够，所以我们都需要借助于我们的上珠五。好，同时拨入五，去掉三。好，再加上三十四，这个时候的三十四我们就是直接加上去了，所以它的答案是八十九。好，接下来六十四加上一十二，好，这个时候啊，二不够加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加五减三。好，接下来再加上二十二，这都是直接可以给出的，加上去的。所以呢，答案是九十八。好，接下来第三题。好。四十三加上二十二，好，这时候我们两个都需要借助于上珠，加五减三。好，第二个二十二的时候呢，我们啊就不需要了，就直接给啊拨上去就好了。好，最后减掉七十六，答案呀是一十一。好，第四题，拨入一十四加上三十二，好，二不够，加五减三，再减掉一个六，加上二十四，这个是十位上不够了，我们要找十位的上珠借二十四。好，最后啊，再加上一个二十二，十位上直接加二，个位上加五减三，它的答案是八十六。好，最后一题，七十三。一十二加五减三，去掉一个五十，再加上一个二十二，十位上缺五减三，二十二。好，最后再加四十一，答案是九十八。好，练习题我们做完了，接下来呀，我们要来开动一下我们的脑筋，开始啊，做两个
看心算的题目，啊，来帮助我们。准备好啦，把算盘拿开哈。这个数是多少？34。好，34加上22，我们同两个同时加5减3，这个减掉没有了，这个减3只剩下一颗像珠，所以呢，答案是56。好，56再减掉，这边要减掉6颗珠。所以啊，最后答案是50。好，这题完了，很简单哈。好，看看这题，这个是69，我们只需要减掉5，所以呀，我们个十位上不变，还是6。我们是去掉了这个5之后呢，好，就变成了64，再加上22，这个是直接加。所以得到了八颗珠，80+5减3，86。好，容易吧？哼哼，每天都训练做一下练习题，你会每天很轻松啊，只需要5分钟练习，5到10分钟练习。好。今天啊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今天学的是满五加二，加二是加五减三。当我们加二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啊，能够直接加的，我们就直接拨上去；不能直接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去找楼上的上珠帮忙。啊，先借5个下来，然后啊，再把我们的小朋友给补回去。好，你像二的小朋友就是3哈，所以我们借了5之后呢，要把这个3的小朋友要给还回去。好，今天的课就上到了这里，明天啊，我们继续回来。上满5加1，谢谢。